这里是哪里？诺诺，再等一下哦。阿爸已经抓到了，再来就等伊把行动交出来，就会结束。爸爸去忙了，乖乖等我回来。
啊？啊，你是之前的？哎，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妹妹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在做什么？一起拜。一起拜。这样吗？找绿色蜡笔吗？我找不到。哦，好。妹妹，妹妹，你是这边的人吗？嗯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的名字给佛母了。名字给佛母了？可以帮我找绿色蜡笔吗？我找不到。
这是他画的吗？找到了，来，给你，谢谢。这是送给我的，嗯，谢谢。我要去找人，不能待在这边。阿姨，我啊，要去找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，我找他找了好久，听说他可能就在这边，我真的好想赶快找到他，所以阿姨不能陪你耶，对不起。那我带你去问姑婆婆。姑婆婆？姑婆婆她什么都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哦，好，那走吧。妹妹，这里是陈家村吗？嗯。这里的人都好怪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时候好像有坐过摇摇椅，那时候是谁陪我坐的？那你爸爸妈妈呢？这里有人照顾你吗？姑婆婆。姑婆婆？奶奶吗？姑婆婆就是姑婆婆。这边的人好像都在拜佛母，为什么啊？佛母会帮大家实现愿望，向她许愿就能实现。佛母到底是？挡住了，该怎么过去？等一下，你要去哪？谢谢。
草莓冰淇淋，想吃冰淇淋吗？嗯，草莓哦，我也很喜欢草莓哦。
你不是这里的人，这里很危险，快滚。现在真大伯公跟阿莲恩伯，伯公跟恩伯，伯公说什么，大家就做什么。我也有兔兔，我最爱兔兔了。兔兔，它耳朵很可爱。兔兔玩偶。都被佛母拿走了，过来，给我过来，放开啦！阿丽，过节怎么过来？你过个无去？我靠！该抓回来抓哦，你个乌白母试看卖。伊是胡彪在搞的，阿强讲安尼唔对，安尼唔对，袂当讲乌白。点解啊？你娘已经死啊！今嘛哦，是我来做主啊！是心忏悔，卡叔公，你甲恁柔柔的耳仔挂落来。你讲啥？再讲一摆是干嘛？白的，恁早起毋是讲我啦？娘子，不要看，阿叔保何彪，这是要献给你的。啊！是什么？你个何彪，你个
个我没动啊，你个我没动，你哪会知呀？我还感谢啊！走不去的哦，出来！姑婆家就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快走。
请问、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？我们刚刚走散了。那个妹妹说要带我去找她的姑婆婆，你就是她的姑婆婆吗？那个，我是来找我女儿的。这里是陈家庄吗？有人跟我说我女儿可能在这边。我女儿左边耳朵看起来比较小啊，失踪的时候身上有溃烂的伤口。你不该出现在这。啊？什么？本村无欢迎外人。啊！赶紧离开这。拍谁啊？我是在这边找人的，可是我找不到人可以问，这边的人都。跟你无关系，紧离开。我女儿的名字叫陈萌芝，你有没有听过？赶紧离开。我只是想要知道我女儿是不是在这边。叫你离开听无？啊，妹妹。姑婆婆，我回来。无你是走去倒位？甲你讲外口危险，莫乌白乱走。姑婆婆，阿莲伯母被父母带走。你伫别房间休困。你困伊个房间。这不是你该来的所在，明仔就离开。可是，妹妹，你在做什么？给你看我画的图。哦，我，你，这是我。我们在玩摇摇椅。草莓。你真的很喜欢草莓耶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吗？我叫做李家军。怎么写啊？李家军，我叫李家军。又来了，爸爸也是这样。怎么了？可以叫你妈妈吗？很晚了，快睡觉吧。